这个呢？信用卡账单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怎么，这冯丹是天天割脉，需要你天天救他呀？不是，他的确精神状态不太好，的确也有随时随地想不开的可能。那肯定属于重度抑郁啊！我就是偶尔过去一下，我也就是为了开导开导他呀。那他现在好了吗？ 你抛下他一个人来找我们，你不怕他更想不开啊？圆圆，他不是你想的这个样。我想的怎么样？而你们俩之间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没有，是我思想龌龊，是吧？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！你来，你来，当着你父母的面，你发誓。 好吧，你天天去见他，只是学雷锋最好使。就像佳琪救流浪猫一样，你对他就像对那些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，你对他没有任何非分之想。你说呀！我对冯丹，你等一下啊！你现在是当着你父母的面。 从咱俩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其实你没这么喜欢我。后来呢，是因为有了佳琪，我们才勉强过下去。我一直在想啊，我多付出一点，我对你好一点，就能够留住你，就能够支撑好这个家。不是圆圆，不是这么回事儿，事情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 有多复杂？你喜欢冯丹，你想天天跟他在一起，你想保护他，好呀，我给你自由，啊，我们娘俩不耽误你，我给你自由。不用不用，我不需要自由，真的，我不需要自由，不需要，好吧？我需要，我累了。干嘛呀你？你买这干嘛呀？ 离婚协议你都收到了，啊？那两套房转到佳琪名下，佳琪在这上学的4年，我会陪着她的，你辛苦一点，供我们娘俩吃喝用度的。等4年以后，她考上了大学，你只要供她一个人就行了，好吧？我自己回老公做，我自己养活我自己。圆圆，我知道这一切你都是为了孩子，你也挺辛苦的，好好工作辞了，来我老家了。 这人生地不熟的，这都是为了佳琪好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好吧？跟你没关系，我为我自己的孩子付出，那跟你没关系。你要是想考试，我想找工作，我支持你，支持你，行了。不吵，佳琪回来了，冷静好不好？佳琪回来了，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爸爸想你了，回来看看你啊。哎呀。 那我考完试就回去了呀，我十几号就回去了。是啊，哎呀，那这不还十几天呢，又不用能见面了，多好啊！今天过年，我给佳琪找了一个线下辅导班，他在这补习班里面。妈，你什么时候找的？你怎么没告诉我呀？啊，这不是一隔就过年了吗？辅导班可以回平城念去，那儿的教育肯定比这边好，佳琪就回去上呗。 在这中考，回去上什么呀？没事儿啊，那个爸说咱们就是春节时候再见，中间周末什么的，爸爸到时候也回来看你啊。嗯嗯，过年的时候，佳琪跟我回老家。
妈，我都跟同学约好了去平城。你同学什么时候不能见啊？啊，姥姥多大岁数了，见一次少一次。你订的什么时候的票啊？哎妈，我们坐飞机去吗？那是不是可以先去平城和爸爸会合啊？你爸工作忙，没时间。喂，到家了吗？到了，多爱好吗？多爱好。我今天去找老卢了，他还行，事儿已经过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赶紧来上班吧，无论如何要准时上班。啊。喂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听见了，这儿我先挂了啊。哎，来来，什么情况？回来了啊！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啊，乐乐，跟谁欠你八百吊似的？要吃蛋糕，我给他买了布斯夹子，这不不高兴了，非要吃甜甜夹子。我好久都没有吃到甜甜阿姨做的蛋糕了。这甜甜阿姨蛋糕把你嘴给吃叼了。那离都不远，去呗。走，爸爸带你去。哎，我说你们这爷俩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！哎，甜甜以前做蛋糕啊，那是做着玩的，为了消耗库存，你们吃也就吃了。现在人家做生意呢，你们白吃白喝的好意思啊？谁说咱们白吃白喝了？我们付钱，顺便去照顾一下甜甜阿姨的生意，是不是？你们好意思付，她也不好意思收啊！你说这推来搡去的，多难看啊！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人家柜台上有二维码，走的时候一扫就行了。对，是。扫的时候别让他看见啊！来，乐乐。爸爸，我想吃提拉米苏。行，想吃什么都行啊。妈走了啊。哎，好，走吧。乐乐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我都给老刘打包票了，你可一定得来啊！一早，9点半，别迟到啊！够早的呀！我答应手机你不开机，我以为你又要迟到了。没开机吗？哦，我坐早班机回来的，又赶着回家换衣服，忘了。啊，你不是昨晚回来的？不，你这也太悬了。那万一早班机要晚点了，老刘不又得跳脚？你就别干这么悬的事儿啊！我可能得辞职了。啥？圆圆坚持要跟我离婚。你没搞定啊！我想着回老家找份工作，这样能离他们俩近一点，可能还有弥补的机会。Hello， 何总，小山，你们来了。一起过来吃点，来，
你们这又是火又是电的，这酒店没意见啊？嗨，客房那边肯定不行，我们这偏远的小配楼啊，他们不管。保安经理还和我们一起喝过酒呢。哎，姐，小山，一起来吃点儿。我跟你说，锵锵调的麻酱可好吃了，他以前在聚宝园干过半年。没事，不用了，我们吃过了。对，我们就是来看看素菜有多少，三号要装车，看看安排个多大的车子。啊，都在这儿呢。你们看。 一共是四个箱子，最后出来的东西啊，应该不会太多。四个箱子装的正好。这是几份啊？目前所有的素材都是两份。两份，两份是你们的标配吗？对，素材量有一点大，我们想着回去以后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再根据情况复刻。嗯，这样也行吧，姐。现在客太多，也用不上，运输也费劲，这些一个中巴车后备箱就可以了。分两辆车吧。啊，既然有备份。 放两辆车就安全一些，放在一辆车上，万一有点什么事情，不就一锅端了吗？好，行，您这危机意识。行，那就分两个车装，你们剪几组啊，也分两个车押运，这样一个组叛逃了，不至于全军覆没嘛。好。还有啊，你们这吃火锅又是酒精块又是火的，离那个素材一定要远一点。没事儿，姐，这都是硬盘，不是以前的磁带，一点就着，这外壳都是防火的。是吗？ 那是我外行，幸好咱们提前杀青了，要是再来半个月，你脑子里的笑容易崩，已经快崩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的啊。那行，那你慢慢吃吧啊，走了，辛苦了啊。姐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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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。哎，杀青宴就定在咱们酒店吧。 咱们这次预算控制的挺好的，酒店又给了折扣，让大家开个荤。在这儿办？嗯，那咱杀青宴规格可够高的。而且酒水一定要管够啊，让大家喝得开开心心的，只要喝多了不闹事就行。叮嘱一下大家啊，咱们拍摄就剩几天了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园区的环境。好，您别小心兮兮的，这种小事就交给我们，你就好好想想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。 哎呀，主要是吧，你说我这第一次做独立制片人，我就这么顺利，做制片人很简单嘛。哎呀，不敢想。您就是被吕总给 PUA 了，他为了防止您动独立的心思啊，天天吓唬你，自己做一次就知道了吧？平汤。哎，你从哪儿着？干嘛动我们东西啊？啊？怎么回事？什么人啊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凭什么你们？我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 我们上午刚把景致治好，说是明天拍了，中午出去吃个饭，回来他们把景致全改了。你们哪来的？为什么要抄我们的景啊？我们在这儿拍戏了。不是，你们哪个组啊？谁定的这个景？我们拍纪录片的，叫《本草武林》，制片人叫我们来了。别打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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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
吕姐。西湖苑现在卖出去，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一笔流动资金。现在卖？当初拿到预售证之后，我们是专门压低了价格，就等着搞定一所学校，二手房市场回暖，价格抬升之后，我们再卖，一次性回款。可是现在呢，整个项目价值缩水了，就会引发其他债权人蜂拥而至，我们的资金链照样会断呢。先把高更的牧场卖了吧。宋总，现在恐怕不是出手的好时机啊。我问过那个拍卖行了，不能上班就找崔总，他不是一直想让我割爱吗？我现在愿意割爱了。可是，我们和崔总那边，三月份也有一笔债务到期，不还有一个月吗？他想要必须付现金，否则我就把画烧了。你们先出去吧。进来。宋总，版纳酒店那边出了个乌龙。什么乌龙？范总把何总和他那个同事吕总搞混了。场地同时给他们两个项目一起拍摄。我可是签了合同的。吕姐，我想跟您商量一下，您看我们还有三天就杀青了，回去的机票也都订好了，
如果临时改景的话，肯定是来不及。您看能不能？我们现在换也来不及。你们赶着杀青，我们也想回去过年啊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让我的外联跟你们一块儿再找找景，他在这儿资源很广，因此产生的费用我们可以共同承担。我不换景，这关乎到一个片子风格的问题。我跟酒店签的是白纸黑字的合约，他们应该来解决问题。如果他们不顾信誉，非要给我赔偿的话，我认栽。吕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宋总。家主，我刚才在开会啊，我刚听说范进干的蠢事儿。可能是沟通上有什么误会吧。你就跟我说一句话，你是不是肯定不能换景？反正。行，我明白了。我来处理，你让工人进场吧。喂。你好。哦，啊，误会啊，是是是，是误会。哦，不用不用，那倒不用。好的，谢谢。拍摄顺利。内部操作混乱，我们为什么要付违约金？应该让他们公司自己处理。不能让家如为难。您对他可真的是仁至义尽了。您这需要他的时候，就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投桃包李了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帮我确认一下后天去百纳的机票吧。方密已经明确他不会过去。我们到了必须围着他转的地步了吗？哦，那我去电。对不起，何总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最后是怎么处理的？宋总答应他们赔偿双倍违约金，开放二七园林建好的部分让李总来拍，拍摄项目在咱们的庭园集团内去跟他挑。不过吕总没要赔偿违约金，他当然不会要了。表个高姿态，就算抱上你们宋总的大腿了。您手腕可真是高超，乔如姐，这事吕静他绝对是故意的，冒名顶替移花接木啊。行了，别提了，只要不耽误拍摄就好。一起去献花，整的还挺有仪式感啊，好漂亮的花啊！哎呀，你再坐会儿，我给你做杯奶茶。哦，不了不了，我不进去了，他爷爷等着我这菜呢。
说明天晚上聚餐要给你们露一手。哎呦，太好了，我终于等到叔叔出山了，我都快馋死了。行行行，那我先走了，这花啊一会儿叫乐乐带回来啊。行，好嘞好嘞，您忙，我们一会儿吃完饭连人带花给您送回去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啊。哎哎，再见，慢走阿姨。哎，好嘞。两瓶酒，你肯定喜欢。哎呀，这么大老远的，你还带东西过来，你能来我就最高兴了。不是啊，妈，在屋里呢。进去，快妈，哎，姥姥，哎，别动，哎，别动，哎，栗子呢？哦，嗯，她工作太忙了，没时间来。哦，姥姥。哎，都长这么高了，看，哎呦，都快赶上你舅舅了。都快比我高了。哎呦，哎妈，你腿好点没有啊？嗨，一阵好一阵不好的，你们这一来呀，我就不觉得疼了。昨天妈听说你们要来呀，一晚上都没睡着。知道这样我就不告诉你了。真是的，你还是得告诉我，我先高兴啊。妈就偏心你。哟。哎，是不是你爸呀？不是，是骚扰电话。哦。要不要我再载你一程啊？我自己会叫车。等陈丽呢？跟你没关系。你呀，根本就不懂男人。你这么义无反顾地抛弃了我，陈丽可不会离婚的。像他那样的男人，就算过得再憋屈，也不会离婚的。韩晶晶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些事儿跟你都没有关系。怎么能没有关系呢？在陈丽出现之前。咱俩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，当然，我那些事儿都是玩玩而已，我也不是真的爱他们。要不你再想想，你要是后悔了，现在上车，我载你回家。滚！行，你要是后悔了，给我打电话。你们是找死！
心海棠花。七星海棠，相信武侠迷们都不会陌生。乍一看，其叶与寻常海棠无异，花瓣紧贴枝干而生，花枝如铁，花的中间有七个小小的黄点，其花的根茎、花叶均剧毒无比，但不加以炼制便不会伤人。常识告诉我们，用烈酒浇灌花朵，花朵应当立即枯萎，但是却用这种方式培育出了世界上最毒的药物。哎，不要！停，过来。哦，解个药。哎，好。到底搬东西。大家辛苦了，杀青快乐。领导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您的花。辛苦了，领导。一会儿这样，咱们先合个影。结束以后呢，您回房间收拾一下。咱们5点半，酒店2层大宴会厅，杀青宴准时开始，咱好好庆祝一下。好，我回去洗个澡，一会儿见。导演辛苦了，来来来，过来拍照了。都过来，都过来。来那边，过来拍照了，快点，过来拍照了。准备看镜头。杀青快乐。宋总，真是难以置信啊！您这么忙还赶来参加我们的杀青宴，这是我们的项目，我必须来啊！宋总，快请进吧，大家还等着您讲话开席呢。哎，我是来蹭酒的，讲什么话呀？走走走，一切都顺利了。顺利顺利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先请坐，请坐，请坐啊！其实我今天啊，就是来蹭酒的。罗总和导演呢，非得让我致个词、讲个话，我心里是既荣幸又惶恐。你说我一个盖房子、卖房子的人，对拍纪录片完全是个外行，我能参与到今天这个事情里来，完全是个意外。当初何总带着《独舞江湖》的 PPT 来找我的时候呢，我一看这个题目《独舞江湖》，我心里就犯嘀咕：这如果我要是拒绝投资的话，我会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呢？开个玩笑啊，开个玩笑。我能参与到《独舞江湖》这个项目上来，完全是出于对何总才华的仰慕，还有导演作品的敬仰。拍摄过程中呢，我也去剪辑机房呢看了我们的拍摄素材，非常的震撼。我虽然是个外行，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一句话：如果咱们的片子上线，结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火，而且是大火。谢谢何总，谢谢何总。二人慢走。谢谢，欢迎下次光临。Stan， 你也闹什么呢？我刚整理完开业以来的账目，有些东西我非常不理解。有什么不理解的？难道我们亏本了？绝对不可能。亏本是肯定不会的，关键是这些外卖的地址，你看，建设农民工子弟小学，6个孤儿院，还有老人院。你想想，咱们产品单价那么高，普通白领的消费起来都有门槛。你想想这些地方怎么会买我们的东西呢？难道是那些慈善组织在搞活动？做慈善的人啊，品味都好，知道咱家用料安全天然，味道又好，他们也不在乎价钱吧？你看，这不还有好多都是高级写字楼订单吗？这挺多的呀。咱们开业也没多久啊，也没做任何宣传，这么远的外卖是怎么知道咱们的？那就是咱口碑好呗。你别忘了，我们在外卖平台上评分都4.8以上。您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看。
收。有订单啦，我看。哇，又是一个包圆的订单哎！兄弟姐妹们，咱今天的东西又沽清啦！哇，你们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什么备注啊？要求本店最帅的帅哥送货。本店最帅的小哥不是你吗？我不去，我要研究研究。你叫平台要人吧？恐怕还真不行，人家要求要会英语的送外卖，你瞧。我去送，辛苦了啊，打包吧。辛苦了，何总，陈总，后边的日子就拜托你和各位兄弟们了。放心，全力以赴，不辱使命。好，我干了，你们随意啊。我就不干了，明日早我还得押镖呢，重任在身，喝半个行不？特别靠谱，我希望20天以后就能看到成片。你们先把劲儿啊的，必须的，来。干！谢谢，辛苦何总，辛苦陈总。嗯，行了，行，你们吃好喝好啊。老师，我有点喝多了，我想出去透透气。哎，你去吧。不用不用，你帮我照顾好他们啊。小心啊，少喝点啊。来，我们姐姐你什么意思啊？店里生意还好吧？那些老人院、孤儿院、救助站的订单，是不是你下的？还有那些建筑工地。还有7个公司的聚会活动，我就知道。我这样照顾你的生意，你好像很不高兴啊。你到底在干什么鬼？我跟你说过呀，你们店不会盈利的。我只是发动我的朋友，照顾一下你们的生意而已。Can you just be straight with me, man？ 我想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。我只是想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。我以前只是忙着做生意，我把照顾家庭，还有培养孩子的教育问题，都放给了甜甜。后来我发现我是错的，她自己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。他从来不会有什么人生目标，他甚至不知道钱是怎么赚来的，他只知道第一时间满足他自己所有的欲望。对儿子的教育也是这样，有求必应，给他吃最好的，给他穿最好的，让他去上最贵的学校。他以为用最好的资源就可以换来最好的教育，不是这样的。玉清可能不是最好的学校，但是我不觉得天天送优诺去这里是什么离谱的选择。你也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对吧？我都忘了。不错，挺有集体荣誉感的。行了，我现在不跟你讨论玉清好与坏的问题，我只知道我的儿子不适合去那儿。他有这么一个天真的妈妈，已经与现实社会脱离得太久了。我不想在他成长的关键时期，在铺满金箔的温房里面继续与世隔离下去。孩子是你们的，讨论教育的问题，你应该直接去找他。我不奉陪了，我要去告诉甜甜真相。
他不能靠请副朋友的帮忙支撑一个店面，我也不想浪费时间赔这么多钱。这个店只要一关门，你们亏损就是坐实的。甜甜肯定要背上几十万的债务，车也是别想拿回来的。还有一点，你这大学刚毕业，应该没什么积蓄吧？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啊？你的朋友们能一辈子支持我们的店面吗？给全城的人免费送甜点呢？一辈子不可能，两三个月倒还行。但是有一点，你得按我说的去做。好香啊！回来啦！你在做什么？香辣火锅。这大冷天的，你还要在外边骑车送货，真是太辛苦了。我弄点热乎的，犒劳犒劳你啊！来，快来尝尝。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跟客户多聊了一会儿。这是个男的哈，他们家开早市的，想给客人配点茶点。嗯，又不想自己做。他问我能不能做他们长期供应商，订货量很大，可能是我们这边通常住的两三倍。没问题，当然能了，只要给钱，我们万能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店面每天出产有限，再接这种单子根本付不来。那我们可以扩大经营嘛。哎，我今天在我们附近看了一个店铺，他们正在转让呢，月租一万，我想咱把那个店租下来呗。但是这样压力会不会有点大？启动资金？没事儿，我之前那小八不是在典当行压了20万吗？我现在再去管他们要个30-40万，应该不成问题。再加上我们店这两个月的结余，我们把它加起来，大干一场。干嘛呢？干不干？干。还差不多。谁啊？吕姐。啊，你们庆功宴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喝大了吧？嗯，还好。你能喝多少我还不知道吗？制片人不好做吧？还行。你这一年是开了挂了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总能有贵人相助。不过人这辈子吧，高低起伏的总有个定数，这运气能走一时，走不了一世。制片人还真不是你这种性格能干得好的。我今天把话撂着，走的夜路多，迟早会遇见鬼，你得做好思想准备，别到时候说姐没有提醒过你。啊，谢谢吕姐提醒。您来这儿是想看看素材吗？要不进去看看，给我们提提意见。你那破玩意儿有什么可看的？我做点项目都忙不过来的，我就是迷路了。迷路了。对，在版纳，嘉如的杀青宴。哎呀，你老兄倒好，说好的雷打不动的行程，雷没打你就变卦了。嘉如呢已经回去了，喝多了，我喝热多。行了，等回去约呗。
啊，来约。嗯。宋总，宋总，你怎么不声不响就走了？我看你喝的挺嗨的，哎，你佳茹姐是不是也不会回来了？嗯，她喝的有点多，就先回去休息了。我摇不动了，没事，你不用管我，你回去玩你的吧。嗯，我再跟他们聊会儿也就撤了，您自己回去没问题吧？我觉得就没事，你回去吧，啊，不用管我。嗯，那宋总晚安。晚安。怎么了，宋总？还有事吗？平城见。嗯，平城见。宋总，宋总的房卡落桌上了。哦，跟我是一栋楼，那我给他送去吧，谢谢。